人字拖变态男专割 B 脚太空铲。广州白云区的吉之岛日前发生血案，周女士带着她两个月大的仔仔去 shopping， 无啦啦见到仔仔只脚流晒血，表皮戒咗咁样，即系你应该系啲刀之类，因为佢就系一条直线咁样。我哋首先反应就系谂到自己系咪身上啲物品戒身，佢话。周女士嗱嗱声带住个 B 去附近医院啦，发现另一个三个月大嘅 BB 脚底都受咗伤，而且都系去过吉之岛，仲要系差唔多同一时间啊。于是佢哋翻去商场要求睇闭路电视录影带，发现原来系一个年约三十岁踢住人字拖嘅变态男做噶。好在而家两个 B 都冇乜事咋，事主已经报咗警，希望警方快啲做嘢，捉咗呢个连 BB 都唔放过嘅变态男啦。